Let's go。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他们是谁？我觉得上路有机会，所以这一波我可能会直接去抓上。哇，他们抢那个野怪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先帮他打一下蓝，打完一下蓝后，我就去帮上路去拉一下这个人，因为他们肯定会抢这个边路这个小野怪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把他一拉，节奏就有了，好吧？往这边看啊，朋友。来，对，过去与之一战。你学的什么？你学的这个？你往我这边走。对对对对对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闪现队，哎，看到没？是不是？因为他肯定这两个人都属于前期头比较铁的，他们肯定会抢这个野怪。你往这边一蹲，你给这个队友一个信号，是不是这一波不就有了吗 ？OK， 他们也有了。拉一下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！哎，这炸掉了，朋友。是什么？四级了吗？哎，四级了，朋友。好，打得好。是的，反手一技能，二技能过去，反手一拉，我一拉打这一个，对。啊，买一手加速鞋，吃口药，带着我跑，朋友。往这边一技能隐身，给一手二技能拉到，哎，减速反拉，哎，再见，完美，是吧？然后现在的话去干嘛？下路塔肯定拿不掉了，这就是一个远程兵，咱们不要想太多，好吧？打打鸟什么的 ，OK 了。好，这里中路，杨大理，讲一下。他四级，那我不愿意啊！啊，他疯狂诱惑我！啊，这里是，马上有人过来了。他是不是知道我在？拉回来，点一下，哇，妖怪，再见！妥干！我觉得他可以杀，一技能加闪现，这人就死了。他不知道他没闪吗？完了，这边有大招的，完了他死了。打不过呀！啊！赢了！好，这边暴君发起进攻，开个大，开个一技能，开个二技能。一拿一拉一 A 是不是啊？他一手强没关系，我闪现 A 必须死，往这边发起进攻过去，一技能二技能 A 一下一拉再见。好，这两个人必须死，他给了我一手强没关系了，我们吃口药，谢谢我不用谢，风之清零是吧？我要疯狂带我的队友，你这个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有那个普通攻击，懂我意思吗？你那个普通攻击很关键的，就是你一技能捡到别人甲后，你再按普通攻击，基本上这个伤害很恐怖的，好吧？好，下路这边他们想推塔，我需要带我的队友翱翔，你打他，这边开大发进攻，差不多了，过去一技能风之心灵，一手二技能过去一点，一手减速一拉，他捅顶 A 捅，砰！我的手杖亮起来，他没亮起来，没办法，他亮起来我按一下普通攻击就翱翔了。你看这个手上面有亮光的时候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个有这个亮光的时候就很强，点一下就有额外伤害。你现在没有这个亮光就不厉害。好，先捡他甲，一手二技能捡甲一拉，哎，你怎么不上啊？是的呀，对着，哎，我的天，你这怎么莫名其妙给个大？好吧，你逗我吗？好，冰心走起来，
为什么不 A 不死啊？你除非手上亮了，你有魔法伤害，你 A 的死他。你刚刚那个血线怎么 A 的死啊？好吧。你又不是 AD。别连招里面接大招啊！真逗。往上走。都是人呐、啊，里面什么张良全部都在。哎，你们再过去。啊，里面没人，我不敢相信这里。哎，兄弟，你跟着我走好不好？帮你加速过去铜顶 A 铜，我这二技能 A 一下完了。哎，你大哇，他又大招给人当跳板，有没有搞错？你真的是一个好跳板，我很感动。好，你怎么想？你要不要走？走吧。好，不急，往这边看呢。咱们开启大招，开启一技能，开启二技能，开启加速，没拉到他反跳走。好闪，他我们打的是我，不是别人，这么可爱吗？我跟他走到一起，别人不打这个打野打我吗？你总知道。打打打打打打打！打招，漂亮！啊，一减速啊！你是什么？啊，他要闪！哇，真的是够混乱的了呀！你真的是搞。我闪！走，人呢？可爱啦，我来保护你，往前面冲！阿基南点一下，稳啦！喂，带着我飞！哎呀呵，这是最气的兄弟。好的，我们都活下来了，这把不就很好吗？你觉得呢，兄弟？把中路一推，一个大招。讲道理了呀，星球集合，打不打主宰？有想法没？敢不敢打？我是敢打的，他们不敢打，那算了吧。我把冰心一送，往上路走，他吸，你不要打扰他吸。等一下，马上会来一个吸血宝宝，这里看到没？你看到了吧？跟我走，加速一技能啊，技能。稳啦，减速，看到没，是不是一套连招，别人躲得掉，开大招，开一技能给他减个甲，二技能一拉完后他晕完后再给个一普通攻击减魔术，这边张良来，他刚才喜欢大我，是不是啊？ OK， 这些人都没法玩了，请求集合，往那边走，朋友。过来，不怕，往这边。其实我真的是开大招，开一技能，开加速，三段加速，一手闪现一冲，别没得玩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请求集合，什么意思？请求集合，但这边打起来了，貂蝉还在秀，还在秀，还在秀。这一炮打得漂亮，开启大招，开启加速，开启一技能，开启二技能，稳啦！我闪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死不了吧？我吃口药，我一二技能，我感觉很好，对吧？有大招啊，总得有人吃啊，对不对？吃这个大的人是谁呀？是我呀，
不就很好了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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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不急，我过去吓吓他。哎，吓到了没？我拿包，谢谢。哎，如果我玩中单，中单这个鬼谷子的话，会不会被别人骂呀？但我又好想尝试一下。你觉得我的中单鬼谷子靠谱吗？开大，开一技能，开加速，往前面冲，开二技能，哇一拉，漂亮，你跑不掉，哎，回头，兄弟，我来救你啦！二技能拉两个 ，A 一下减个速，往这边走，吃口药，一技能，再回头，再 A， 再开大，再开二技能，再开，管他，随便乱七八糟开。啊，可以，兄弟，给一个大，有没有？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吗？可爱。咱们没有带着鲁班一起往前冲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发起进攻，七七，不慌。往上走吗？点一下。发育一下吧，不急啊，刚刚我们打了主宰居然打不过别人，我还是需要带着我们鲁班往前冲啊，这个鲁班一下落单了就自己保不住自己了，好吧，我们要带鲁班一起冲，你过来小鲁班，腿短是吧，我给你插上翅膀，走走走走，哎妈，哎，是不是飞得很高？嗯，三段式加速。嗯，凶不凶？嗯，二技能，开大，不急，开一技能，点二技能啊，再见，我看行。你看行不行？